经过了你的方位，叫醒我，别在梦里面。I'll do whatever you want， 我该怎么说放就放。我经过了不再相对的世界，却是平原点。突然间一场暴风，时间一点一点吹。为什么必须承受情绪让我不能靠近，相见双眼开始扩散快速让我不能呼吸，一切来得怎么突然，还来不及捕捉你的爱。 So listen up， 3, 2, 1。 有点受不了这种经过的我，不想与你错过的我，在我心里面着，有点受不了你的诱惑的我，这游戏你是规则。 I'm waiting for you、要开始之前先 write a song，写下虚情与现实的梦。我整理思绪 I hope that was right， 我害怕失去 I hope that was right。 也许是自己总是哭过，也许应该自私的度过这种感受。 baby 超挣扎，世界没了你就像没有氧气，回不去的暮色牵挂占住了心。我忽略时间是因为要等你出现。 But you oh my baby， 受不了这场经过的我，不想与你错过的我，我心里面着，有点受不了你的诱惑的我，这游戏你是规则。 I'm waiting for you。 哦，这个你之前说之前的那个 A Team 是算是偶像团体嘛？对。但是你们那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是没有禁爱令。所以你们之前有公开过，哎，我们跟姐姐在一起过这样子。哦，有，我们有一次访谈有聊过这个东西，对。那时候是比你大几岁？你曾经交往过的最大的几岁？六岁吧。哦，六岁七岁六歲。年轻的时候的差六岁是蛮大的。六岁吧。那你最年纪最大可以接受差距到几岁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今天给自己设限很多，然后可是你最后遇到的人，可能也许又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就好比说，哎、欸，你喜欢的是什么？然后可是你没有跟真的跟这个人在一起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他？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，所以我没有设限，说我最多要差到几岁这样子，对，感觉我就感觉对，就是对，我就比较喜欢直接一点的去感受当下的氛围吧，我觉得对了就对了，但是。就是如果条件都很符合或什么的，可是感觉不对，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是一对啊。我觉得，那你交往你会优先选择哪一个条件？你觉得是你必须要的，这个对象必须要有的。必须要的、喔。对，我觉得可能有想法，有想法，长发，长发、哦，你喜欢长发？对啊，我喜欢长发。哦，真的、喔，有想法，长发还可以压什么？我想到。还要会做法，还要会做法什么的，然后不要说谎话什么之类的。哦，不要说谎话。我没有设定他一定要是，我没有，对，我没有设定过，不一定。
一定要胸部大、啊、或者是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都没有都没有，长得白之类的都没有。所以你有尝试过小的也有大的，都有尝试过的意思。你的意思？对，你 range 你的 range 我们管就是挖洞，对，一直在挖洞。可以啊，我就这么广啊。哦、oh, 就是 oh, 就是这么长这样子也可以。如果是真爱的话，还没试过。那比如说这两位，我们主持人里面，宇宙跟小安的话。Oh.小孩子才做选择，都要、啊。没有啦，不会，不会，对对对，男人，很好。所以微渣，但是微渣，微渣，微渣，这样都要不是渣吗？幽默了，这是幽默。但是可以被说服，可以被说服。我们三个人的私下的穿搭，哦，我吗？哈，我们三个人吗？哦，我们三个人，男生，我们三个男生的。哎，你刚刚私下，这是哪是私下？这个私下吗？这超不私，这个是真的超不私下。这个是参加活动的，谁？就是这个像私下，谁私下会穿这样？那是我的睡衣了。这是你的睡衣，你的睡衣。我到垃圾都穿这样。哦，上到垃圾。没有，到垃圾都穿这样。哇，看一下下一个。哦，这个是私底下吧？哦，这个是对，这比较私下一点。这很可爱，我觉得。哦，然后这个狮子是运动运动风，运动风，运动休闲运动风。然后我是个人是很日系，日系，我是喜欢那种日系牛仔啊，职人的感觉。看一下下一个哦，这个也不私下，这个是这是比较偏活动一点哦，活动的。所以私底下不会带这么很多项链啊、饰品啊。对，现在不会啦，以前可能会，现在就开始慢慢。就是减少它了，对。接下来我们要玩个游戏喽，比手画脚。规则是计时两分钟，一人猜一题，一人比手画脚，然后猜对最多题的队伍获胜 ，OK 吗？耶、yeah. yeah. ！那第一个是小安猜，我猜，然后晨曦比手画脚 ，OK。好的 ，OK， 请第一题开始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云霄飞车。对，快、哦，几个字？四个字。火影忍者。这是什么啊？鬼灭之刃。哦，有答案。对、哦。三个字。到垃圾。哎，洗衣机。答对。哇、哦，好强哦。几个字？六个字。哎，这个好像那个鱿鱼游戏那个。我姑妈勾吉皮尤斯米达，应该叫什么？一二三，一二三木头人。哦，答对。会讲韩文，不会讲中文，真的。两个字，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啊？啊？这个是什么？刚消化有出现过，刚消化有出现过，吃吃吃，刚消化有出现过，吃吃吃，尖尖尖尖，这是什么？要不要换？要不要换？有一次换换。好，下一个，两个字。烟火，答对了，下一个，三个字，放风筝，答对了，下一个，两个字，台风，答对了，下一个，哎，厉害耶，四个字，洗手，是什么啊？是音效王哎，陈星是音效王啊，他都靠音效获胜，哇！烧起来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火，生气了，生火，取暖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露营，四个字，什么？四个字，这是什么？四个字，插进去。我觉得小安应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。下一个，哎，几个字？四个字，四个字，这是什么啊？完蛋了，这是什么啊？一二三木头人，算了。对对对对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有前面好难哦，哎，前面很顺，前面超顺，有。总共几题？六题。哦，才对六题，算多的，算很多，算很多，很棒，很棒。